双眼皮嘛，跟戴假睫毛的，跟我抛媚眼。小乖乖，在了，他们多出道的。我一边走啊。第二六名啊。向宋聊天转，你去边打扮，去边跟我聊天转。非凡。即将节目。香哈，没吃过香是地里啊，那个熬的个熬的个，专门哈，广东哈，啊，福州天哈，开马挑哈，熬死就无硬币啊，熬冇结果个啦。但是，有咧上讲有，何不将你啊只狗枪哈，用伊只平台呈现，熬过个东西贴皮来。跟大家来讨论，来讲现场音，有现场音来增加音来熬咩？哈，熬出有一只目的哦。小沙豆音啦。哎，还有一只，讲因熬某个熬东又熬西，湖南湖北，哎呀，现在因来乱起去啊！搞嘛是东西啦，继续按照熬出去的，该么么意思？所以熬一只目的啊，针对一只题目来熬。哦，提出问题就係通化问题呀，乜问题？你冇偏啲主题。本来是，本来创头时就按呢招会度嘅后文来嘅啦。你啊是攞啲公开啊，简单嚟讲。以前只是茶壶还是酒杯里的风暴，好，我们把它看看。煲汤嘅风暴。煲汤的对象咯，你讲下你想非常流利的客户来讨论客家公共事，哎，巧，建立一只平台。真要嘛，那个牛毛是真个，那个毛熬的。重点只是因为，你下前都该发动，虽然到客家庄，但是客家语言已经差不多了。嗯，到客家庄。系啊。像工作快发动，没讲客家哦。没讲客，按照正规的客家论坛，正规啊是讲客。你们吃烤片熬团，烤一团的哦，好吃的，对吧？好了，今天啊，非常的欢喜，欢迎大家来到吃烤片，一点点熬团，不错啊，错人错蛮多，哪有魔法图啊？现在魔法好熬啊。对，今天啊，教训啊，通俗是暂停了，哎哈，梦泥是做起来的。哎，你吃烤片熬干了哈？谢老师啊，又上加放的，没写了，没写。皮加阿多，温法改宽心到创新。第二加，哎，你对翻译的用熟发展。第三加放向阿多，社会的公平正义。这边记得
就就将来传下。来，呀，阿妹来，唱出来讲，来了，发展有几多百字，做门客讲几多千，但是客家嘅文化系安尼啦哈，咪讲啊，乡音是为母好睇的，系呢啲啊，有心之人啊哈，可以配合咁嘅讨论，好吗？哦，他讲呢，发展到底下咧，他是要讲，是讲吼，伊咧开山打哪有冇啦哈？他就个山哪哈是做生态保育，啊，水土保育哎，加功能啦，哎，个市场哎，但今年就有而有与时俱进的新思维啦，有爱学新住，要白当啦，你住学多哈。你个嘛阿婆人还是有种撇破人啊，个是看得系我呢个强人黑啊，系无啦？个祖上冇爱叫阿妹啊，个看得系无啦？当阿将军呀，系无？你阿咩啊？已经祖咧上落间大厅来讲唔难啦。阿平来啊，那去干啊，有无啦？哈，为无啦？个嘛个祖欠人紧啊，阿咩哦？所以讲黑强人啊，有无啦？哈，你思想啊。你做的东西哦，听你思考到啦，啊！阿咩啊，来关，阿你也关，关奖哦，关奖哦，后尾关奖，哎，哎，老板先讲，唱歌，唱歌，以前来先讲这块，好啦，一岁一打那这边，小事啊，非常感谢很多朋友，热心支持。应该熬管啊，开始按照调腰啦哈，总系绑到调腰嚟先哈。先感谢林天武先生哈，伊建出啊，伊土地上诶油桐树，伊葱啊，个种人哈，养家一千家哈，养大公鸡，大俩按照木棉种。啊，教大家来做，伊实在系教育家，啊，教育大家来用买烟来哈，将啲花花树哈来变身做啲食，啊，诶，我想阿婆。平常时是啊，但系你谈论的事情基本上系社会嘅个公平正义嘅东西，客家嘅语言文化嘅东西，唔系讲诶你私人。在理智的问题，所以既然是安样了，所以公开啦，公开。他这个是了解，就是讲，目的安尼后诶，很有缺点，就是讲有无进步吧。哦，后个蛮快以前，我也唔提讲，我跟人讲，确实啊，材料方面，我他妈翘楚呀，翘楚有没有？今日阿个赞同书水通话来发通，其实有社会公平正义的意思，有环境永续发展的意思，同时也有文化创新创新的意思。啊、哦！阿种阿哩传统话古来，卖种阿妹哦，伊讲规只山头那产的柳枝汤，袂死袂死的通俗哈，出来全部总通俗，因为我讲了通话古来啦。我喊我一班人阿是走嘞哈，退过来讲，今天唔系因呢个生态啊哈，佮爱讲讲，唔会遵守个东西哈，你是仅以叛逆个时间啦，系唔会改进，内容唔会改进个时间哈，佮爱讲个啦，唔会自衰因啦，过山个时间啦哈，你会看法个热天，不咩春天咯，系冇啦哈，佮讲咧秋天个时间啦哈，你个阳光开发哈，咧当浪天咯咧。你咪结账好啦，永远都是要嘅。啊，你永远是咪是按多，你系把吼，唔是讲你做好事哦，加做嘛东西。啊，你个人学来改啦，吓咯，慢慢咯，我认为讲，你系通话是，你一定要朝向吼，推广生态保育，安心人家放强。理解世界吼，那个费松天生一个谈个到极点，那费松认证一善，解个到极点嘅意思，但是啊。请你愿意还有这台，那一台没有足够的用的时间。经过两个多年的时间，大家已经是一片拢已经做，
变做推翻跳动推翻尾，连喉咙撞，里面就该讲中央中通话，该就有气管，连慢慢的推背眼，来撞牌都会说，也会利用你的通话来做。推翻安尼撞牌的囡仔，还感染到通话出体总有第二东西。所以通话不会动，通话表面就在上上中央中，看到实际站在一位大家的地，通话片也拢放嘞，片也拢站嘞，其实也拢买嘞，我们那东西又给等一下东西。会爱看啊，哦，他会可以慢慢的哈，不好哈，把强度牵动通话上来的啦。如果咧牵了，你也早上过一只，早开发过一只节目啦。开发过啦，唔好啊！啊，听音同个音，喊音唔定音，当初开发了东西，现卖个东西。这，这我可以讲啊，经费几多几多啊？你要蛮多哈，摸哈，在交通部啊，在四月份改妈祖文化节啊哈，是差不多比一全年的客委会的分钟啊，经费好多啊，对吧？因为你有客委会，所以你去。很多单位哈，文件会争取你去这个交通部争取哈，那个大经费说他就你这个去客委会啊，什么哈，对不对哈？是个大问题啊，要有火候啊，都要用啊。我讲总讲是啦，因为这个事情啊，你每一下都在熬清楚啊，而且还是白纸黑字啊，那意思讲。通话时要翻墙了，一定要翻墙了。你也朝着生态保育的方向啊，哈，你推广啊，系安尼啦。因为东江哦，讲来讲去哦，本因，哎呦，我们的工人来老电视用了哈，因为带掉膜啊。长安夜里来呀，满树啊花开呀。噔噔噔噔噔噔，旧年过了啊，新那年来，风啊吹啊何处，送啊些菜耶，四郎子里娘娘嘛。我呀，梦回来呀！我俩是不一条岸坡哦。这痛球的时间到了，后边拢关起啦。那痛球斩痛球同在啦，后边痛球上打时间是到了，后边拢关起。用意念，用论的问题啦。他提要做加熟练啦，哈。挑白正轻。天理啊，好就天怀痛朽、痛到痛床啊，像是痛乱。哎，该也白干咩啊？该一种消极的权利，意思讲，你政府安排啊，那意思让抗议莫安排啊。你一天来，卡吹卡过，莫个政府啊，莫会参与啦。啊，过去其实不是叫了二十年前、三十年前，你下哦。哎，你也看你持有钱多还能摸呢？那个问题，其中一种问题来咯，积极权利还能摸？你是讲，比如讲，我俩是讲客啊，我俩是台北开会讲客啊，哈。你谈东西的时候，我无法度阻讲啊，伊啊。政府，佮还能无法度搬啊，要其实虽然佮无金钱来讲客的啦，哈。但系伊台北时间参加开会先讲客啊，哈。干什么你啊？我要钓你啊！对啊，你发布一张啊，哈，也会有类似的问题。特别端你发布一张总在讲他吧，就取消禁军你嘛。等一下你发布一张总在讲他么了？还是不行啊？为什么？那官员谈不去了，那副总谈不去了，那主席也谈不去了。可以，还是没有讲。可以，因为我当时平安的客家音被普及，讲出的叫做他。他没事的，不会跟你讲。当然不是啊，开玩笑。爱讲话当然爱自由啊，对不对？今天问题出在政府，你爱非人，爱随时讲客，你随时也要将你发言那个部长讲啊。你部长谈不清，合理啊。你俩是行业摸是正气啊。爱也是正气啊。来了，他这个哥哥，我脱休的时间啊，哈。
读书的车吼，你是江源车。唐英讲，哎，你俩就别提起啊哈，铁路、围墙啊、洞田嘛，是客家庄。哦，大家看了哈，你的技术啊，你的读书变也慢，哟，你中山国啊，乱乱写些哈，客家庄啊，向洞田晒啊。冇结桥啊！冇结桥啊！玉家高铁到了啊！哎，你你下看到竹北地区嘅客家庄啊？哈，是玉家的高铁东片、西片，嗯，讲得安度客家庄，富裕计划到了。这地是新宫啊，竹北市我客家庄。这地太专家设计的东西哦，其实啊，爱看啊，落下为观念，观念好，味观念好，左老了都工业，也要做工业东西，全部调出来，转变头脑设计，创新用文化来带动，这就是爱你爱行的路。这个从化区就是一块很肥的大饼，农地变什么的变来变去，哈，老百姓呢，假使你有一千平，都是你本转来两三百平啊，变不然个国头呢去，几等人本按多，假如为开路又有钱，假村落地又有变来变去，假好意思这本人又表卖又买菜菜摊。老百姓，老百姓呢是出来割头呢，向我赌呢，睇个大强下，咁而家文化还要揣摩呢？资本经济市场这个部分吼，都是讲对，你要讲用平衡，因为动作后三年吼，基岛我未上班，存入到这个千亿吼，基本投资岛房地产，像个葡萄计划变多，都是讲啦，要通货啦，要偏少，然后要趁钱，大家卖土地。基对了文化金光了，反正投资很多钱的，又跟投资五百，又跟投资一千，你可机会赚钱才会通钱。所以就是讲，你对哈，你土地进修了部分哦，上海当台哈。台部分因为讲，那一条白天啊，是搞了两百万买来啊，你啊讲个一平六十万来是得啦，又几多人可以抵抗你们的诱惑呢？五年的主教啊，哈，我。个名我都嘛个秃秃啊，对，漂白啊，了了胖人啊，来到爱南非，来参教啊，是这啦。搿种事啊，爱南非人本来哈手上有土地天长，俺记得来参教呢，佮手上就嘛有圣经，有圣经啊，哈。佮讲记得他喊，俺就他讲木柱米去来啊，来祷告啊，用俺是木柱米来祷告啊。等俺木柱拔开来时间啦，拄好啊，该社会啊，拄拄改变的叫啥？旁人手上呢有土地天长，俺手上呢是有圣经啊，也很值得我们去审视啊啊！也是讲俺将俩只，俺就俩奈何小木小，俺谈到。强强而叫啊，系我啦哈，对，做一只那个结语啊，他这个慢慢的转一想啊哈。跳摆跳摆，跳我老母海，天寒水灾。家公天破台。天顺吊怪阿哥把路太一条晒太阳跳摆跳摆担杆开草海有故事来谁买了谁来带工走台
天高地矮，脚踏风来。跳摆跳摆，莫当小买，声音当细。高声推背，推背马加油。啊，土公羊的签到了啦。哎，总干事，请总干事上介绍。你莫跟你讲公平相好，哎呀。讲有件贪污的了一个，来一人来回啊。我跟伊无爱滴，做得了个奖啊。讲莫聊伊是欠了个。啊，过落来两只主意。做。祖产知道吧？祖产，咱记得阿爸是那个叫阿霞，刘天英。落来时间，你哋半夜来十年冇应带。咁像鬼屋。黄金阁哈，太老，半间屋嘞。哦。来一些有木牙子来下来，要金的哈。都慢慢长，慢慢磨啊。咁唔计较。我摸起球是带落来的，他那边是给五十千奖来肉，带来奖不？啊，奖奖奖。他改变二千。还改变二千，改变五十千。哎，你摸去讨价还价？摸嘞，嗯，今日看下阿霞。没有没有。那还摸还摸，让人讲钱的事情，讲几多是几多。摸完输。这话你讲来啊，讲。Since 你母后管的目的是知道咯，要找偏胎本的你啊，用客外轮进啊，样面啊，啊，这是自我学习的部分呐。某些可以讲，啥比较某安样的比较啊，这是其中的一种目的啦。还有一种目的是希望做得入去来，虽然某电视台某物个。修音机，哎，你用 YouTube 表咯，该教你做个安装牌啊，其实是非常好，因为你关键你看得到咧。YouTube 是安样的东西啊，不得了啊！该奥斯卡台的，哦，啊哟，那什么字，打一下，哎，出来了。你根本全部加肥啊，你可能慢慢就是会低调一下安尼。哎，你提起来，没钱。哦，我识嘅，阿杜，阿土本人，阿本人是了解，慢慢咧，啊，本人唔在你地上嗰啲厂商，来来去去咧，一年来一年啦，差唔多，每千三又百几百三啦。新竹那个新竹公那件事情啊，佮当年一开始的时间，嘿，不看人都该修哦，不看人都该修的时间啊，佮用这个心情，佮看重要嘿，佮发展到最近两几十年来的时间啊，开始，佮新竹文化开始三年化，开始有人修，那件事情开始产生了钦佩的变化。重量比赛有没有必要？没有必要，请注意哈。神猪祭拜是自古以由来，自古以来就有的事情。啊，那义民庙有神猪比赛，啊，义民庙有比赛，有每一百多年的历史，这个我们也承认，也同意，这不是问题。啊，但是我们小时候，我们家就是今年就轮到了，今年轮到来台猫部了啊。小时候有参加重量比赛。有参加比赛，但是那个时候刚好修改住哈，全部是自然，啊，自然的饲养，自然的长大，啊，它没有这样的问题，而且最重要的是它不会重到像现在琼亚海啊一般神猪的五倍六倍这么多，而且是越来越重，啊，人一般的重量超过你正常的体重哈，啊，超过20%、30%，你就可能有健康问题，啊。卫生单位要提醒你，你可能会有这个其他的副作用哦。超过20%、30%，神猪400台斤以上都超过了，都是2倍、3倍以上。
那猪跟人的身体是非常相近的，近到什么？近到人要发展人工心脏，要用猪来培养。所以猪跟人非常相近，但是猪没有汗腺，它不会排汗。所以你饲养它，让它完全不能动，胖到不能动，这样对它是不是虐待？你很诚心没有错，可是它很痛苦。对呀，同父的，这个伯父汤皮，一家年纪一家，让其实你的屋里头他，老老呀就见了。哈个就，你阿爸呀就哈个你那个哈个你啦，都台北人开几家户，你就吹条你都，先就是让那个人民嘛，他才能来当你老朋友条嘛，当你开家嘛，那人民呢，人民呀都给免钱不一地嘛，很多未必打起规模嘛，俺不喊有买小台住，亲信亲戚啊，有东西俺爸都先就是最过身。所以我告诉你要庆祝啊，这下是打破一千斤啊，人山人海啊，去看啊，所以我们都说嘛，小台柱把门封啊，小台柱没人用事啊，天天也住中和啊，天天也一副是阿公用药啊。我觉得现在的神猪重量比赛是一种作弊。为什么这样子讲？在奥运比赛跑的时候，我们要跑得很快很快，可是不可以吃禁药，吃禁药就取消资格。那如果是用这么不人道的方法来养这个神猪，让它变得那么重，那个是作弊，一米也不要。都他买比了呀，还得不人道啊！还干什么？都他买用千斤的，还是千斤重，他给他们管铁砂、管家的呢吗？朱先生哈，其实今麦都有听客家文化了哈，比如客家文化在神猪养育的过程里头，跳从一番堆，那么这个吃的过程，跳出场一番堆，好，两样的石头了，两样石头来镜头了哈。从文化是挺严肃的事情哈。不是说不了解文化因各方各工业的因子内指指点点哈。文化哦，打沙的哈，跟你们分解。那个，你做主工挑剔几多东西，因为你那种东西挑剔，你是会不会文化？要那种高帽子啊。人类的捍卫一种文化，但是文化啊，其中含有最沉重的东西是价值的，一直价值是有对错。其实文化行为强强包含对老错，其实人类行为还能有妥得，有错有误错。咩讲哎，文化是很多无可动摇某样的事情啦，做得检讨，你才够样的进去的啊。检讨会进步，你提一点，提一点讲了就某一点嘛，针对行业啦吼，你是爱可能咩样呢？这些事情是黑人自家来幻想这些事情，并没有其他的出圈讨论这些事情。你黑人应该看到比有法国界的黑人针对这些事情又提出这些意见，是一种自家人自我幻想，也认为也非常重要，然后出圈的问题太无困难。文化的天做得检讨，也是非常的清楚。国平哦，讲见识的人，你啊，他要多一点，这以后不得了。飘哦，飘哦，真飘！好了，老板，这边。Is mo chiu ai ai chip chip ho is mo.秋山穷水又清 ，is more 秋柳暗花又明。啊，人山有几多，该一啥么 ？is more is more， 转到爱转到哪里？走吧。
上马街，咿呀咿呀走马街。上马街，你呀你呀走马街，你呀你呀上马街，你呀你呀走马街呀。哦哦哦哦人来叫来全欢喜，阿妹有情爱底下。哎呦！哎啊！大家好！哎呀，谁嘛？谁嘛？你还新歌发表呀？没有，没有，没有。第一年是怎么？来加。其实今年的啦，吼，后来可能是去年的过年是一新秀了，吼，差不多谈议题拍戏见了，吼。我可能都到中法，中法出现部分啦。中法还个就业问题啊，等等，三年内嘞啦吼。啊，社会公平正义的事情讲袂煞，但是莫讲啊吼，一天袂真差啦。讲啊，反正你多少袂有人要，所以这件事情贪念的事情。多见人烟，其实完全无马上认同因，又把个贴片的问题发生。哎呀，讲话呀，唔好啊，伊个天黑咯，咪是都一线起啊，哈，无物个睇。阿妈是阿和尚吧？哈，嘿，大家真有见识，因而要不谈新的东西，哦，那就去讲。哎，老来得了。我创新哦，我讲外地的行业是嘿，进口行业撇撇方的，唔系，我讲是思维条啊，对啊，我视频呢，社会紧变呢，手机紧变，系冇啦，国家心态啊，你讲紧变，诶，你思维当然天然来进步，啊，来进步。你那无形中不买东西，恐惧咯，你系提莫。啊，要上到啊，五点二天，不过看一骨台面那是挑战了哈，是可能要上到答案。那个摸摸点卖吗？海洋蓝蓝，海大河，海响铃，岸道铃铃啊，小乖乖，小小乖乖，小乖乖，你虽小小，但乖乖。是你的冬天，乖乖；恨你的西天，乖乖；是你的南天，乖乖；恨你的北天。你有没乖乖？爱就是新贵太，像那龙楼太哈做事啊，爱哈知道事啊，哈哈哈哈。
乃是番薯，不是泡皮。爱跳跳马戏，就被后头谋天理啊！哎呦哎呀，天忙工就做到日落西呀！哎，哎哦，是梅兰来的白鸭西西。哎呦！等一下，你要自己自我介绍啊！哦，我的，我的，当然是啊！好，我们桂南小姐吧。我想说，没有他们就来看一个想法，就把各位介绍了。我们用讲，不过这边把我留起来。这可以两百，这个是我们传统的嘛？没，你几家做诶？没有，这个又不，我不知道什么传统。没台湾的。肉炒，多少是？在台湾啊，台湾这块土地非常美丽，可是，在台湾这块美丽的土地上，客家人是下一个消失的族群。客家人，那很多人以为是原住民啊。那我的理论的话很简单，就是客家人在台湾呢是多数里面的少数，是强势里面的弱势。所以呢，哈，他所有的文化样貌，所有的族群符号不是那么鲜明，也很容易被人家啊，被人家移植框列啊，甚至于是所谓的山寨版的冒用。啊，别别吹加客了，喂，那是过年前还是太反对的嘞，某人来参观，客家方言训练。买卖反对，客家天气系列买卖反对，是过年前个节目拍起五十下下来，客家插旗是过年前开始有啥，要全部哦，锦旗上先旗的参观，因为有喊我一回，所以第二是毛衣服，基本上半衣啊，小旗旗旗全部就安是毛衣哦，喊我你喊你是不能利用，从个阿土哥都这样做的东西重要。因为这边空气很不低啊，他会不会其实是在空气，行业家己只单位，行业搞唔清楚的，看出来的摸到啊。世界上只有两只单位是空气，其他的人啊得到理解的，一只是政府，一只是台企业家。现在的客委会的各个执掌的做事情，可能从安尼期待团结，但是。因为即便在安尼情况之下，轻言废之是更不智的行为。因为啊，都得要群龙无首啊，拿请帖请卖，拿这副土地来，没有透过一个机构，跟要土地来啊，土地我们啊，没空来了啊。拆除的高飞党的粉丝，我都知啊，可能要有神像哥嘛，个警飞啦，做哥嘛个安的啦，阿飞飞又不出锅啦，要做土地嘛。应该要把客家文化有一个单位来整合了啊、哦，因为散落在各部会里面，大家认为好像很重要，但是又没有去注意它。应该有一个单位来整合是很好，所以在这种环境之下成立客委会嘛，哈、哦。但是呢，现在成立以后呢，其实也有些灾难，其他部会完全不管客家了。你跟他谈这个，哎、你找客委会，啊，跟我无关了。那客家客委会又是比较弱势单位，对不对？那糟糕了，那客家人就真的变弱势了。本来呢，在各部会里面应该还可以有一席之地的，所以我回推，文件我文化部五月二十号成立嘛，对不对？我们吴立伟一定很关心啊。龙应台也是我好朋友，我有机会带他来这边，就办这样一个会，他应该要来。今天做什么好一杯？你比客家师傅，你想同我来提出一些时间，他给铺铺要住，我住透过一客家的东西来做嘛。那今天是个窗口嘛。所以你要去看人家他们建立起来之前，然后阿古去标题是等于讲，哎，连一张做的是谈的对象多。他为伟大师生烈出家过人才啊，啊，啊结果啊，经过十年来啊，他为伟爱吃到半条饼就可以的，半条饼就可以的，所以讲爱为伟他为伟啊，除了是太低啊，两下步啊，为了文化普及啊，就做得了。哎呀，家在对台湾民主化，大家如土少嘛，来年会哈，他感恩呐。
贡献倒少呢。睇下呢个客家人来团结，我得结来，客家人要。我係擔住我阿祖啊，喺度砌菜要啦，哦，砌菜要啦。不過提嘅盤客家人啊，想盤媽媽盤，傻閪嘢啊，哦。嗱，呢邊黑肥肥係冇十下對肥體啦，好，確實佢做得唔好。睇個醫生嘅粉皮，確實哈有為人詬病的地方非常的多。但是人家以下嘅團結肥體起嘅，嗱，呢邊砌下下嘅中央政府。佢對呀，按台灣社會多年出去，多年文化，還有按客家一隻文化嘅因認知，佢一個理解，公司才發，人家表示本佢各個部會去來做客家事務，那相信按客家鄉親一定會更加順哦。好，太強了哈！他會不會順才哈，做在改善客家人內點不平等態度，太厲害。比如说你要动简单说啊，民进党安排啊，原来啊踢这个不分气的位置，啥子摸啊，我们有一公共啊，哈，有一传播啊，我给了有一条一广位啊。2006年啊，哈，政府呢在办这一个节目的时候呢，有没有哈，跟妈祖的活动自古以来就那么热闹，怎么需要你花钱呢？他花了1亿多，我告诉你啊，当年啊，客委会全年的这个所谓的艺文推广活动的经费啊，5000万，全年啊，叫做我们未来文化部啊，他们不，因为已经有客委会在做，我怎么抢来都还不垫呢？那些你怪找您条喜欢自己不爱，无论是。立委席次啊，你也官员的席次，公务员的席次，那个席次有没有哈？韩国签有没有？喜分制就那运那什么？莫先开始当一总统府，对，来不了。哇！啊，没有有，你是哈比较接受这个东西，高飞小心，太搞这个。哎呀，你是也是。该入世了。哎呀，是啊，去多少去？这是什么什么宴？来来来，要签签呐，要签啊！咩嘿？咩穷山么咯？穷山啊！穷山啊！其实包台湾的景点看嘛。老料钓到了，抓鱼的，抓鱼的那种的嘛。哎，先把罗牛。哦，国内进军，带动你发展是走得了。嗯嗯嗯，国际上搞完了。哎，过去哦，国商起码用英用国语啊。随你啊。嗯，五百，你不能限制。你买多。你不能限制。安诺，年资少。好。年资少。但你也只因为收菜。哎呀。你要讲 ，OK 啊，欢迎啊。重点在于咯，你们人肉食，嘅角度，没有只长途去来度啊哈，去谈。你上去肉食，人也通情。你重尊重。但系唔好讲，全部人行而来，全部讲佢嘅语言，咁就不对啦，因为。主题啊，主体来保存。啊，文化，红草甲，有天门天下。啊，文化，热情甲。太散了，谁叫了？谁哦妈？小小的那哈，谁你哟？头先哈，哦一扎。Oh
盖转移，成天很做工，都白罗五年跟讲十五九点课，也无咯，也现在已经无人做了哈。哦，该不管啦，虽然是母亲袂讲快，大家行头是心快快，转移啊，生意因人因客贵太快，哦。要做海口的马山当地超白在下山要代表了了受苦害哈，好，谢谢大家转移，向边发财，富贵人一来哈，谢谢。好，阿里师傅很好，师傅很好，阿里师傅感谢哈。等下有机会哈，那请开始哈，大家指导下嘞。一般你有声音吗哈？啊，别的喂，啊，大家一下哈，如此紧张哈。台面啊，笑傲，傲来傲去，一天又去个土里，傲说透过墙衣是狂游。哈哈哈！啊，狂游咯。那菜不来哈？生意嘛，好酒水，都太美，就江水。我们没有那个位数哎，不用吧？不要位数，位数字的不行。不要加成一场。是。要第二张公开哈，一百六台湾货，有些。请问大家是十加十一加十啊？好，又有些。我的天啊，我怎么办？我明天有。还有一锅鹌鹑泡。来这儿。还有盖子哦。你帮我盛了是吧？老天胖，好，谢谢你。坐坐坐。好，好，那我来。这样子，那就。来了，点这汤来了，汤来了。切锅。哦。这酸菜汤。来，鸭煎大米。阿姨，今天叫我广告公司。你也是安排该你的节目嘛？对呀，一上班看有咩问题，就上班讨论就是检讨，同时确定下一步。我啊讲，该食材是杂嘛，该上班你两发拢叫接，有两个梦咪杂，梦少啦杂嘛。你还有？东区我怎么了？没有啦，没有啦。为啥么？跟中央。哎，因为哎，莫忘记，但一般这个很清楚的，再提醒一次的。这个我该讲啥？老乡，老提没出事嘛？对，嗯。比如讲个七台柱的东西没用啦。烟头恰恰，牧羊恰恰。恰恰，白云里走海。